这台车的对手是谁啊？这台车的对手是谁？911。九幺代是 GT， 对，它 GT 只是。那台的对手是谁？敞篷大概就是，因为它如果保时捷的话，它的价格就是稍微低一点，因为它600多嘛，保时捷大概300-400就会有那个。因为这种真的是高单价，在路上很少见。对。然后我们会出年底会出4门 GT Four， 4门的就是主要对手是法雷亚。这款还出是哦，对，凯昂对吧？因为我们换 AMG 之后就可以玩这种东西。我们的主要的对手，我们宾士的品牌大概就是对 BMW， 但是我们希望把整个车的强势都拿过来，所以我们把 AMG 就独立出来，就是支持就好，就卖两个保时捷一样，就是我讲它干嘛就很吵。这种超跑出的四座还是比较方便。对，因为那么好的车就只能坐两个人，可惜。对对对，那就是那种大型休闲车。因为啊，你说希望扩大品牌，然后就新四个，一定看到很多超跑。然后我们的阿迪或跟雷蒙给你比起来，我们还是算是高的，对，我们没有做到这么低啊。对。也在开。贴引擎声啊，对啊。是 V 8跟它一样呢，跟那个63一样啊 ，C63引擎一样 ，V 8 by Turbo 双涡轮。因为 C63 比它重，所以它放在一台又小一号的车上就更会跑。而且 C63 这种车，63这种引擎，喜欢吗？700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，因为太大，马力太大，太吵了。我喜欢一个稳定的，让我养起来轻松的，然后豪华感、舒适感很好就好。它性能只要0-100，不要超过10秒钟就这样。它、啊、重点是踩起来要顺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边是很少可以来的，我能不能多待一下子？因为我自己过来这边想说我要看车，他们绝对不会带我来这个楼层，所以能过来这边是 OK 的，我觉得蛮开心的，多待一下，看看这种很罕见的车。再来这是对手是911哎，真的。对啊，476匹啊，630牛米。0-1004秒而已。这是那个63的引擎。0-1004秒基本上老人家的心脏受不了。我是受不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只要能够就是6秒7秒我就觉得很厉害，对我来说就觉得很够用，很棒的 ,wonderful。对啊，就这一台啊 ，E Class 的那个。没有是有的，就是。漂亮啊，超漂亮的。它这个也够大，坐后座不会觉得小。像我这种，身材。可以坐。它其实到4米8。中控的设计。4米8，快4米9。然后我们的 C 才4米6，我们就差20公分了，就差在后座跟后尾巴啦。你喜欢2门的？好，可是暂时还没有进啊。我再帮你问一下。声音跟C4才差不多吧？声音哦，我可以发动你看。好诶，要发动吗？你这是那个48伏的那个吗？对，它是那种 EQ， 那叫什么 EQ Boost？ EQ Boost 就是做一个偏离的，然后动力又增强。虽然其实它也是3000的，可是它的动力因为我知道它多15匹的样子，然后动力多这样，关掉。叫你看，只要是四个那个出风口，4个圆的出风口，就是 E Class。这地方4圆，它如果是5圆，像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时钟，那就是 S Class， 它就5个圆在中间，因为它更宽。然后 E Class 是4个，然后 C Class 是3个，就比较窄一点。你就看，只要是5个圆就是 S， 就是含中间一个时钟。它只要是4个圆就是 E Class。这就是 A。
A 的话三个圆，它是跟 C 一样的宽度。后座真的压得很低，我还是比较喜欢 E class。E class 就这个啊，轿车就是这种，啊，这个是 CLS。这是 C63 欸，这台很会跑啊。63是后驱的，因为63它还是暂时设定还是纯粹的驾驭乐趣啊，所以还是比较刺激一点。对，有点可怕，真的。0-100公里加速是四秒多吗？应该3秒多。三秒多的样子。三秒多，对。对，就是后轮不摔。哎，它是 V8，V8。所以缸数还是王道，缸数越多，引擎声越好听，扎实。你看它三个圆在中间有没有？跟它那个一样。400。对啊，因为它的引擎的关系啊。啊，这是双门的啦。双门的那个后座比较不好出路这样子。但是这种就是跑车。它就全景天窗。它会。但是台湾那边也是，因为老公是小改款才出的，所以这都是小改款。他讲完之后，看起来我们就只有200-63，当然新的内装设计是，你不觉得都长得一样吗？你不觉得都长得一样吗？所以我都觉得没差了。知道，就是三个圆的嘛，然后这边是中间是调那个空调啊、音响那些的，然后它这边有那个转盘是控制这个电脑的，对。因为它还是它把那个排挡杆整合到方向机柱这边，然后它这边的话，它还是做一个让你玩的，让你手不会无聊。你有时候右手还是会想放在扶手上，然后你还是想要摸个东西嘛，它就跟你玩那个中控台。税金38000吗？对，他也超有钱。还好啦，我不知道我们猜对，4000的38000。对，4000的税金要高。那比以前好了，因为以前都是6000、6000。都到这么顶级了，一定有跟车吧？嗯。没有跟车吗？可是我看上面有雷达，不是吗？那个我们是主动防撞，因为我们跟车是这边会很高。哦，所以反而是这款没有跟车。对，就我们 C 到现在就是还是没有六。那边应该有了吧？53就有，对，53就有。就未来当然会啦，只是说当时的它当然是卖引擎，卖这个声浪纯粹的性能，当时它是没有出的。这个哦，这是周杰伦的车吗？不用跟车，是人家跟着你啊，不是你跟人家。哦，真的真的，这种车应该在路上不太有人敢惹它了吧？对，因为通常那时候没油门，因为完全赶不上的。最新的哈，我们楼下大概就只是有 C 的轿车跟一些米卡具有的休旅车具有 C 的，米卡没进来，米卡只有之前有巡回过了，可是现在正式的话，可能下一半就是。对，声控那个。只要你它两个屏幕嘛，只要你右边买的是10.2寸。
分它就会有分，就是我们现在卖的1158的就是 A180158 的就是会有声控，所以 A180 全车标配那个声控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进七寸，就是没有进标准，所以它就会有声控。那因为之前我们原本是1153万嘛，它选配的大屏幕6万，只要是大屏幕就是声控，对，那我们现在直接加大屏幕，可是驾驶座的萤幕是小的嘛？是小的，对。180跟200是七寸的，都七寸。那如果是250就是大的。对，那你也可以加大的，大的它就会变成连地主都有声控。对，但是就是因为现在 Apple CarPlay， 然后 Apple 不一样，它没办法帮你开天窗跟调空调。对对，不一样，是没错啦，不一样。它没错，但是说如果地主的功能的话，那你可能 Google 会不一定会输啦。对，我想应该是啊。再请教一下，就是如果是七寸的话，我可以用导航吗？声控可以叫它导航吗？不行，因为它没有连接，是没有导航。哦，所以它就没有连在一起。对，因为它的导航是设定在这个大屏幕。那就有点可惜。是你要就是要两个，那少一个就是少一些功能，那功能也是很强啊。可是导航是最主要的需求。但是因为 Apple CarPlay 现在可以用 iOS 12之后就可以用 Google Map， 所以很多人就。Anyway， 那个声控还是很厉害。你喜欢大标还是喜欢立标？大标，看起来比较流行，比较新款。我会喜欢这一台，我喜欢在 S Class 短轴的，后座也很大，超大，比我那个还大，然后又不会太长，好开。然后它这种底盘又更宽更大，那就460万。这其实底盘等级来说，这是最高等级的底盘，坐起来是最舒服的，就是以坐起来舒适度来说，这是最舒服。我喜欢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喜欢。有你们目前那个九速的变速箱有维修的案例吗？其实九速变速箱，因为其实变速箱是自己做的，我们不是买大厂，不是跟人家合作的。对，所以说它其实对自己的车主用使用上其实比较稳定的。然后你说从最早是 GLC 嘛 ，GLC GLE， 然后开始 C卡，然后现在连 S 都用，其实没什么太大案例，不用太担心。对，而且连这种63的。都用九速的哦，对啊，真的表示很厉害。对对对。嗯、好，这里是二楼吗？二楼可以啊，我们就要帮你放一下。二楼是我在看的。没有的话很了解车，我觉得好色，你怎么面对我？好了，我们一起下去。你们有缺？应该是没有。你们现在都算是总代理了吧？我们总代理，对，其实我们应该说总代理是台湾宾士啦。然后他除了给中华之外，他又给中章，那中章的老板都跟原厂关系不错。这是48伏的吗？对，1.5 48 48D 的。它有两颗电池吗？它两颗，就是一个1850，一个是那个48。GLA 啊，我觉得比较越野一点的，它就是为了那个 GLA 做的嘛。对，水箱护罩比较粗犷一点。对，它粗犷，比较像修理车一样。嗯 ，E-Class 也快要大改款了。对，因为都已经我们伪装照了嘛，其实就基本上 A-Class 改完之后，就所有系列开始都往它那个方向。就是比较锐利的那个眼睛，它内装就会变成那种电电。
连在一起的荧幕。那因为它是用 GT 啊 ，GT 是我们的车子。你们 B Class 卖的好吗？必要。对啊。B Class 它是一个功能的车，然后就是讲，加油的，可以开十年的，是因为它放着是，就是很功能嘛，买菜、带小孩、在家里面。你看它的内装是不是跟 A Class 一模一样？对啊，但是它比较高，它这边都一模一样，放饮料的啊，这些东西都一样，然后那个荧幕啊，三个，然后整个都一样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不好意思，老板要喝啤酒了，等下你。我路上这一款啊，我喜欢 Wagon 啊。我喜欢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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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这个。我喜欢威根。对，当初我也看原本是要看看威根，就要改成看酷派。三百啊，三百是二点零的啊，二点零加256匹啊，你的390匹，他的140。三点零而已啊。啊，你这他2.0啊，你的3.0。可是零百加速也6秒哎，还不错啊。对对对，算算算快。因为之前250嘛，现在改300，它同一颗引擎，马力把它调大，你知道吗？它43不一样。哇，隔音超好！你们一定要来试它的隔音。哎，对，隔音不错，对。新的超厉害。C 小改之后有隔音，有在加强。隔音很好哦，哎呀，超厉害的，这台真的不错哎，头部空间不错，旅行车真好，哇嘎！你们走一下，哇 ，GLS 哎，好大哦，七人座，真的是七人座。超级大的车，是 S 的底盘啊，很酷，方方的，有点 G 卡的感觉。5130肯定是 S Class 的底盘。GLC 是宾士最小的，第二大台的。用 C Class 的底盘，或是 Polo 传动为主的旅车，尺寸算是比较小，大概车长4.6米左右吧。然后就是 E Class 底盘做出来的旅车，已经算是非常大的 LSUV。车长在4.8米、4.9米左右，这个空间来讲会比较大。当然它没有七人座，如果要七人座，还是要到 GLS， 它有后座还有再多两个车那个位置，就比较变成七人座。当然车子就变得更加巨大，车长来到5米以上，
这边还有另外一台具有一，还有做脚踏板的配件，看一下是什么车。哦，这是柴油的四轮传动，到顶级都几乎四轮传动。OK 啦，走啦。来，我以为就是当你有小孩之后，你就要想买一台车给他，全部车。结果逛了那么一圈，我们买那一台。2000台就掉下来，现在大概2000到3000徘徊，因为这个，我们都抓2万多台，所以有一个